掌声之开始。我一上来，四柱子脚打板踢，我打板抢到，对中学回防。哦，这边又是同一个位置，十二号谢林伟。这边四柱子接应过后，寻找掩护，回传给了篮下。点球发出来后，又是速度冲击篮筐，篮下接应，好球！勉强可以再打两次，再次打篮下，十四号杨喜，外线漂亮。这边又是十二号谢林伟，刚刚用最后一点时间，断了，防守反击，看这球快攻。还有前场篮板，吴东再次命中。这边还在进行转移，篮下再命中两分。这个就是仓库快转换，好球！吴东大量成功。外线运球再次命中，三分球。十二号谢林伟，又是外线运球再次命中，又是十二号谢林伟，又是外线连续命中，十二号谢林伟。快打篮下，漂亮，又是谢林伟。还有前场篮板，左边恭喜七八附中成功闯入男子组决赛，在这里同样掌声感谢浙江回浦中学。